我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这么温柔的女朋友啊？要不抱一个试试啊？我心中对完美女友的标准：第一，要高挑；第二，要温柔。第三，要成熟。第四，柔弱需要保护。命运在一年前给我开了个玩笑，我偏偏遇上他这个笨蛋。说谁笨蛋呢？他看上去不高，不温柔，不成熟，可那又如何呢？他不高，有我背着；他脾气不好，由我来哄着。看似不成熟，他却比谁都懂得上进和努力。他呀，其实内心只是一个小女孩，不满柔弱。我们在《非诚勿扰》相遇，就这样，他渐渐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们既是恋人，也是知己。心中那个完美的人，或许永远也不会出现。与其守株待兔，不如放下心中的执念，去寻找一个可以重新定义完美的人。欢迎来到5月19号《非诚勿扰》，聆听心动的声音，寻找你心中那个意想不到的他。